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乐队公司的第二场内部试听会。那么上一场呢，由于刚刚组建的实际乐队，他们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为我们呈现了十场完整但是风格却不一样的表演。他们用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他们对于音乐的热爱和态度。现场最懂音乐、最懂流行的600位乐迷，也是在场的各位。那我们的乐队在推向市场之前呢，首先还是要经过你们的检验，因为他们的音乐不能够打动你们的话，他们就无法去打动更多的人。所以决定权就在你们的手上，你们的手上呢都有一个投票器。那在每一个乐队表演的时候，你们按下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选票，喜欢的票数呢将会决定这10支乐队的排名。那不喜欢的票数一旦达到了100票，那这一支乐队的表演时间将会被立即终止。只要和你一起微笑，就算是做梦也会笑，全世界的人不知道，我不在乎付出多少，我想这就是幸福写照。而且相比于第一场呢，我们的赛制将会更加严苛。本场试听会结束，只有排名前6的 ACE 才能保留，在剩下的所有候选成员中，我们只会重新登场。结束后，我们的 ACE 数量将会由10名减少至8名，最终呢，也只会有8支乐队进入到我们第三场试听会。那么是走还是留？他们需要拿出更有质量、更有诚意的演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期待他们今天的演出吧。是做梦也会笑，全世界的人
时间繁华太多，人影交错擦肩而过，他走过，唯独他走过，让你停下了脚步，沉默，两颗心不再沉默。如果在你